亚利米书第二十七章一节，犹大王约西亚的子约雅敬即位的时，有这个话对耶和华临到亚利米讲：耶和华对我安尼讲，你做索加单，迄伫家己的暗棍，脱下来耶路撒冷，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者的手。将索加单送到伊东王、摩押王、阿文王、崔勒王、西顿王遐。四节，佮命令使者传予因的主人讲：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，我用大权能佮伸出来的手，创造大地佮地面的人精生。我看予甚物人合宜，就将地予什么人。六节，现在我将这些地拢交予我的奴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，我也将产业的遭受予伊使用，列国拢要服侍伊甲伊的子孙，直到伊本国拄到报应的日期到。迄时，济济国甲大君王要予伊做因的奴仆。八节，无论对一邦对一国，唔肯服侍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也唔肯将暗棍挂巴比伦王的带，我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刑罚彼邦，直到我照巴比伦王的手将因毁灭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九节。总是恁唔通听从恁的先知、甲占卜的、愿望的、西讲的，以及惊吓术的。因甲恁讲，恁未至到服侍巴比伦王，因对恁讲假预言，要予恁遣徙，远离本所在，至到我将恁赶出去，予恁灭无。十一节。但对一帮肯将暗棍挂巴比伦王的担来服侍伊的，我要予彼帮犹原伫本所在尊老得到正坐，通徛起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十二节，我就照这一切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讲，就将恁的暗棍挂巴比伦王的担来服侍伊。甲伊个百姓，才会得到我。你甲你个百姓，为虾米要因为刀剑、饥荒、瘟疫来死？照耶和华论到唔服侍巴比伦王的迄国讲的话啊，唔通听遐先知对恁所讲的话。因讲恁未至到服侍巴比伦王，其实因对恁讲假预言。十五节。耶和华讲，我也无找因，因却托我的名讲假预言，通予我将恁甲对恁讲预言的遐先知赶出去，做伙灭无。十六节，我阁对祭司甲遮个众百姓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，恁毋通听迄个先知对恁所讲的预言，因讲。耶和华殿内的气库特别对巴比伦带倒来，其实因对恁讲假预言，毋通听从因，只管服侍巴比伦王就得着我。这个城太会使变作爬远啊！十八章，因若果然是先知，有耶和华的话临到因，予因祈求万军的耶和华。予遐伫耶和华殿内、甲犹大王宫内、甲耶路撒冷村的气库，无搬去巴比伦。十九章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论到挑、东海、喷泽、甲留伫这个城所村的气库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子雅各尼亚。甲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族的事，所无唱起的气库，论到留伫耶和华殿内
甲犹大王宫内，甲耶路撒冷村的气库，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：遐个要搬到巴比伦，留伫遐，直到我管顾以色列人的日子。迄时，我要将这个气库带倒来，搁归这个所在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